我说没文化，他还说包夜。通宵是一个好词儿，以后咱大伙儿都说通宵，可别说过夜。那意思一样吗？那付出不一样。哦，那回报也不一样吗？有什么能回报180人的？哎，你对自己身体的状态这份自信，我很佩服。吃药了。哎呀，好好的，谢谢大伙儿啊！别说了，往山里走，您就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我不是，呵，我高兴。哎，这好几百位骑满坐满，啊，欢歌笑语，多好！有男有女，有形象，欢迎您各位光临。当然，哎，有认识我们的，有不认识的，我自我介绍。我叫曹云森，不，这仨字儿都这么得了。好家伙，这埋卖的太好干了！你别这样行吗，大姐？我说他们都以为你是我带来的托呢。我曹云森带家属来了，介绍一下。我怕演完一场大伙不认识我，我叫曹云金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能玩到12点。真的，我特别好。12点一鞠躬，行了，好好回去吧。但我怕下礼拜不让演了，大伙说我这是邪教。你说曹云金怎么？观众洗脑搞传销来了。好，这俩这曹云金，这仨字都安地方。我不介绍自己，我就叫曹云金。旁边就是刘云天老师，好多观众喜欢他，爱看。我也爱看。相声说得好，四门功课说学逗唱。哪门做的都特别到位，您这是抬举我。这一个相声演员要想把这相声说好了，除了说学逗唱以外，要有更多的才艺。我得有才华，得会点别的。这个演员站台上是往外掏东西，刚来。我你可是知音啊。就听几句来的，懂内行，哟西，别不好意思，没事，那我再重来一遍，他没听见，我就从曹云金那里。这个说学逗唱以外，你得有多的才艺，你会的越多，观众越爱看。今儿能跳个舞，明儿能唱歌，后儿能演个戏，多好！哎，这个人多才多艺，爱看。我们作为相声演员就得这样，得努力，多多的充实自己。那我这人就是，爱好广泛，是吗？爱说爱唱，天生的文艺工作者，多好！哎，各位，不用投来质疑的目光，看出来啊！你们不要不信，你们不信也很难阻止我继续往下说下去。我这人是爱说爱唱，是为什么我说相声？为什么？我喜欢传统的艺术形式，爱好这个。哎，最早我爱什么？您说说。京剧。国粹。国粹。嗯。京剧也是国粹。什么叫也是？人家才是。相声只能算脆边儿了。不叫脆边儿。脆歪了。这玩意儿
吧，我进不了这边，我入不了这边。哎呦，白学了一门。就是，人家京剧才是正经的国粹。我这人特别喜欢京剧，爱好。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？您呢？我也喜欢呐。嚷什么呀？就说明我也喜欢呀，就把胸露出来了。我多怎么把胸露出来呀？他一直是含着。我提到京剧，我也喜欢。这怎么我又不饿了？京剧哦，我这么多年可没听说呀，没跟您提过，是不是您提起来我才跟您说的？那您唱都喜欢？那当然喜欢。那我考考你，行啊？你看，考你几个基本的戏曲动作，好好好，看您知道。行。正官，要喝。不来得呀，还可以。吕然，哟呵，来不来得呀？端带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多
分崩。您哎哎哎，身体不好，下班了啊。中餐呐。绳儿了，我给他拴上。我汗脚啊！还说话呢？这愣不让，怎么捏还捏我嘴上？我看听不出来了，您这……我这不好好的工程，你们诸葛亮唱的，两段都会。您唱戏。
不是，我不要话筒架子。您把这放了。我都看您唱戏来了，这没人喊道好，这唱得好，您这记你，你来，你挑，你想要哪个，你挑哪个，想跟我学哪个就给我。我不跟他。来吧，我，那我跳吧，我来刘备。行，好，刘备，那那该你挑。我不挑，我不知道。你挑吧，你就挑。那您得来一个。我把安史卧龙岗上当个敌人。哎，我这会儿气又上来了。我怎么觉得你戏比我还大？